第一次坐我的车吧？欸、其实有点紧张哎。你这么急把我叫来，到底要干嘛？去接蔡英文啊。对哈、哦，他从昨天就被丢到海边，他被放鸽子了。大家都只消费他的梗图，没有人去接他。坐我的车吧、欸、其实有点紧张哎。你这么急把我叫来，到底要干嘛？去接蔡英文啊。对哈、哦，他从昨天就被丢到海边，他被放鸽子了。大家都只消费他的梗图，没有人去接他。对，所以我们赶快去接他。哎、欸，葛姐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这是巨头参选、嗯、啊？对哈、哦，选票上没有他。对，我们坚定的支持台湾的美德二号赖清德跟萧美琴，对不对？赞。那我了，你不支持我啊？那一定支持的嘛，可能你要答应我。嗯，选上不可以封锁我，你打勾勾。好，我不封锁你，打勾勾。好吧，那我们上路喽。走。